大家好，我是魁地奇。今天介绍一款游戏，就是《Vainglory 最终荣誉》。OK， 现在我们开始进来。进到来过后呢，我们就先去寻找游戏键。然后我的解释什么意思？这是一款什么游戏呢？这就是一款属于 RPG 的游戏，就是类似的是 DOTA 电脑版的 DOTA 还有 LOL 之类的。不过呢，这个呢，现在玩的这款呢，就是属于电话版的，你可以在 Android 啊或者是 iOS 都可以 download 得到。这款游戏也是很多人玩的，也是很好玩。对，就是好玩我才介绍给大家玩。OK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现在我们正在寻找对手。就是在等待中哦，就是 OK， 我们有个没有这样子，哦，有人要 add 我 ，OK， 在这个时候我就给人看一下，我是三 level 了，最高 level 是20，对20 ，OK， 然后还有这个取得英雄，这个原。灵猴偶佐是今年出的，我就没有去买了，因为其实我过钱的时候不容易要买了一个，那我有8255。OK， 配对成功，我们就按接收，我们就让他们选先啦，给我们选先。OK， 对的，我用的是猫女科斯卡，这个有英文版有华语版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哦，这个叫 Ringo， 这个忘记名字了，这个也是这个，然后这个叫，然后这是达高，拿着一把刀的这个是达高，那个 V 龙杀的是达高，我的就是猫女哦。就等待一下，快点啊！哟，OK， 现在来了。这个就是商店就买东西的咯，然后这个每一个 level 你可以 up 一个技能。 OK， 战斗开始，我是做前锋了，有些呢就是去森林就去拿钱的。 OK 我们躲起来一些，这是一个赞助，不要讲我什么怕死，我们的战术来着。哦，他敌方一个人都没有出来。我们的军要死了。你看到这种情况呢，就现其实我是在用两只手玩。人家你的兵要被杀死完，就不要靠近那个特润，就是这个发射的东西，不然啊，就对，就是这样，很痛，他打到。哦，丛林有一个，我去干掉啊！新的，哎，出去哦。喂，怎么妈的 KS 了，所以大家，我不是你讲到出口 KS 就是意思是 Q Steal， 我老明明是我杀死的嘞，整个 KS 被杀哦，
真的是痛，我的没有了，我们好不容易让给他的，另一个。我去想去买东西。OK， 看看我们一起。哦。抱歉了，我在。不认真玩你的时候，我是很少讲话。就是我在不认真玩，我认真玩我很少讲话，但是不讲话，所以有点闷也是在手上。不过这个游戏真的很好玩。那你来呀，就对呀、欸。我老又来多一次。哇！第二次啊，我真的是我白打喊你哦。又跟我来多一次，我真的是，明明就是我 Q 的，然后现在变到你 Q 了。那个 Ringo 真的是很厉害，太佩服他了。太佩服他了。不过讲真的是他厉害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被 Q Steal 是因为对方厉害，会找时机，根本也不会怪人家。鬼友，加油！你死了！抱歉。有一段我不杀你也不给我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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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病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网络什么？哎，那个网络不稳定，没办法，马来西亚 WiFi 就是这样。你明白就好，你是马来西亚的，你明白的话，明白就，会不明白，我知道。那瑞光真是厉害，杀了这么多个人，少一次了。虽然我没有死过，可是我才杀了几个人罢了。Hello. OK， 明哥，下面是谁？哦，吓的，走啊，明哥，找时机再去杀，现在还不是时机。又来多一次 QC， 我真的白打你了，这太厉害 QC 了。哦，你太厉害了，可以偷我的食物，真的是。哇，谢谢。那 Ringo 真的厉害，我们看一下买什么。我那时他就哇杀了七个人，不得了，我像他这样厉害就好，不错，厉害啊。
可是每次都 QQ 了，有点悲伤嘛，虽然很厉害。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吓死我，一大把出现。没有说 ring 哦，太厉害，那个傻 bug， 真不是人，继续吧。There's play to be done。厉害，明哥厉害，不能不承认。OK， 我也不弱诶，差三个。我一要拱就出来，真是不恰当的时候。我还有两个，你来，你来啊，跟我来，你来，不要躲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哇，这个 ring 哦，太厉害了，真是厉害到一直 QQ。 都是人家的，死了死了两次，杀了十个，我死了两次，杀了三个，差人家七个，我就不用做人了。Enemy hero killed。 前进吧，我们大概应该是知道我躲这个鸟啊，只是等一个好时机出去，因为讲真的Ring 哦是扫命，所以你通常看到我会攻 Ring 哦先。又来 QC， 我真的是哦，很好意思 QC 这样。幸好我也不差，我也空爆一个塔。OK， 回去补命先，补完命再来。找一个，乖的，哎，给你骨头。哇，三个一起来，给我三，
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出来，不要在不适当的时候做不对的东西。对呀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对了呀。走，我要去买东西先。买个捡时间的。OK， 去。博雅，你在那边站着这么？买东西买快点啊，博雅。江麦是不可以的。妈妈教我们江麦是错的行为。那个林哥真的变得资源了，因为我去单攻，我单攻这个人有点困难。太差了，太差。林哥，你杀掉了，我知道你也杀掉了。哎，没杀掉啊？对，是杀掉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，他那组的两个人是 AFK 啊。我，原来那个林哥，我还以为那个大咖是我杀的，原来是林哥杀的。吐血给他看了，现在风暴塔每次都是我。这个符号出来了，就是代表这边，来打了。这个东西叫 Kraken 海怪。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打。Kraken 很厉害。哎，不要走，打个根，我来了。过来啦！碰你的话，咬人。要知道手就要走，要不得死。你这个威猛一定要给我走啊，你走我就嘟嘟嘟嘟辣了。 OK， 一个东西要嘟嘟嘟嘟辣了。支援，嘿嘿，我也不赖了，感觉讲话越来越像台湾了。不可以，我明明是一个正统的马来西亚人，才讲马来西亚华语，又到达马来西亚华语。 OK， 敌人你投降。 YES， 来，我们来开酒庆祝了。
庆祝之余要打一下 ，yes， 云哦，太厉害了，我去 at 他，还有 like 他，然后看见他们的东西，他们这个一加150武器之力，这个很甜。如果我是云哦，我是想什么来 ？OK， 完成。战利品胜利35首轮获胜50总值85，这个叫做荣誉，这个东西叫做荣誉。OK，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，我们的试玩游戏到这边了。大家喜欢的话就给一个 like， 然后 share 还有 subscribe 哦，拜拜。一样的。